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来试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时空猎杀者》。这款游戏呢，早在 Steam 上面是一个 VR 的游戏哦。那时候老头有看到呢，这个算是 VR 这个系列 VR 游戏系列里面算是一个蛮好评的一款游戏。那这个故事可能是穿梭在说这个猎杀者不断在这个时空里面交错，然后呢？每个场景都不一样，好像有三大场景吧，机器人场景、恐龙场景，跟那个什么僵尸的场景，就是一个时空旅行者啦，到处旅行啦。然后它的玩法其实就跟 VR 差不多，我现在玩的是 PC 版啦，忘记跟各位讲了。好，它的玩法差不多，就是有点类似像是死亡鬼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，很久以前的那种年代有那种叫死亡鬼屋。然后呢，你完全不需要移动，你只要对着敌人射击就好了。那个角色会跟着他那个脚本的排程自行去移动。好、哦，这款游戏类似就是那种感觉啊，我是没有玩过啦，网络上是这样讲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玩看看好不好？你看四大关，第四千年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任何地方，哇，随时随地去任何地方哦，直接到美国。这什么？公元3092年，怎么那么远啊？对啊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公元真的答案就知道，市中心。啊，我们选择你的武器，还可以选择难度。哦，刚开始我就只有手枪而已，还有一把冲锋枪，非常好。哎，其他武器都没有解锁。哈哈哈。好，启动。我还要按住这样子。传送，我们直接传送到3000多年的美国。3000多年的美国居然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！哎呦，开始喽！这个笑脸是怎么回事？波次跟得分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可以动吗 ？Complete。W 一是拿武器，然后 W S 空白键，按下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Grabby。啊！按着两侧的武器之间可以做切换，好啦，随便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下一页。按下 shoot， 这根本就是 VR 版的说明啊，哥哥。VR 版的说明，你这样子有点母汤，然后自己来是不是？嗯？嗯？好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。哎、欸，野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也太灵敏了吧！我靠，他们冲进来要打我。啊，装填呢？装填是哪一个？你跟我讲没有装填。Shoes for wave complete. Prepare for next wave. 初次完成，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啦，我还在适应啦。装填是哪一个啦？放上去要慢慢装填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呢、哦。原来如此啊、哦！哦，哇，来攻击啦！等一下，这个灵敏度有点不太行。这是地狱狗是不是？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！想干什么？不要咬我！哎、欸，他这个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可以，我不能移出去啊！我以为我可以移出去哎。好，先装填，先装填。啊，放上去就是装填啦。第三波，第三波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滑鼠动太快了、欸，可不可以调灵敏度啊？但不是，我要炮枪啊！这手感真的很差啊！手感真的不是很好哎、欸，说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没有像这《恶灵古堡》那种手感呢？点头伤害好像比较高，而且是分数给比较多的样子吧。好了，结束。有有有，哦，这是我的血量是不是？正在回当中，那个防护罩的血量吧。第三波，到达检查站。波次完成，准备好第四波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感觉没有那么容易哦。来，装填装填。哎，对。咬屁咬，咬屁！你咬什么东西？
哎哎哎，你怎么凌波微步啊？我的凌波微步是哪招啊？不要咬啦！不要咬啦！哦，还好哎，有点稍微习惯了。好，到塔检查站，来。Wave complete. Prepare for next wave. 这到底游戏有几波啊？我天啊 ！Girl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怎么感觉来都一样？嘿，狗儿走开！狗儿走开！死呢？死呢？哇，这么远都射得到，可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狗狗想干什么？换一下。哇，我这个是要爆是不是？哎，那个传送门可以射掉哦。哎，原来有慢动作可以玩哦，搞了这么久啊，哥哥。我都不知道有这东西耶、欸，傻傻的在那边给他那边追，好傻，好天真，怎么可以这么傻，这么天真呢？太傻，太天真，第几波了？好，过关了 ，nice， 解锁新武器，对不对？哦 ，shotgun，nice， 等下来装填，又解锁了一个。真的吗？新的挑战已解锁，好，新挑战可以49杀，没问题，通关。时空旅行者，时空旅人要去别地方了。Boss， 好，郊区，这是哪里？一样也是美国，然后是跑到郊区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有新武器了哈，非常好，我们有下岗。对吧？我们现在只有三种武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Go！ 叮！哇 ！Time jump complete。这边黑黑的。啊！我要怎么拿霰弹枪 ？QQ 按两下就可以了。QQ。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可惜他没有像死亡鬼屋会移动场景啊，还有点就是类似像守塔制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可惜啊。那个场景不会变动，就一直在这边啊、哦，等敌人过来。哦，因为他这原先是 VR 的游戏嘛，移植到 PC 电脑上面游玩，多多少少会有点出入啊，有点可惜，可惜了。快点给我装填哦！第二波，第二波，好，装了，装了，装了，来，再来，哦，来了，耶，这可以用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好的，清完了，没了，哇，那爆炸超好用的，油桶可以炸，波速。第三波，我们刚刚上一场好像是第几波结束啊？第五波对不对？好像是的样子哎、欸，射不到，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哇，霰弹枪好用哎、欸，基本上一枪一支。因为点到头分数加比较多嘛，不要再咬啦，射不到，妖什么东西？妖什么东西？还来？还来啊波比？还来啊波比？哇，霰弹枪一枪一支，好爽，而且不用刻意瞄头，超方便的。来第几啊？第四波，做好准备。
来，第四波，第四波。噔！哇，什么声音？一群狗儿。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再来啊，波比。哎，上面有那个，我居然没点。没关系，这个留到最后。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。第五波，来来来，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放慢速度，时空震荡器要变红色了，干消失了，哇，那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！ 啊，死了，小废物，你是不是小废物啊？哎，小废物，解决掉你了。哇，这好多、哦、大只佬哎！我靠，有够硬哦这个！完了！哦哦哦哦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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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给我飞过去哦，在那边。还有哪里哦？那边来两只，小狗也解决掉。放慢喽，行嘞 ，Yeah， 舒服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有没有？来，这边帮我补一下子弹，还有吗？狗狗儿，什么？什么？哎，没事，嘿嘿，结束了吧？我觉得我签的差不多啦。还没哦，有了有了啊、哦！好险好险哦！吓死我了！哦，这什么沙漠之音？这是沙漠之音吗？哎、欸，只拿到一把而已，精准度47%，有点烂啊！过完了过完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小品游戏啊，可以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多了一把沙漠之音，哎、欸，拿来敲一下。哟，下水道了。哦，下水道感觉好像很多辐射，你看辐射物质，绿绿的。啊，哇，这把感觉很强，哎、欸，它21发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这样我就可以双枪了，好爽啊！谁？啊，原来它是连发的哦，哈哈，想不到吧？原来是连发的武器，棒。啊，只有那一只而已，啊，其他的生物去哪里了？你就只派一只给我，然后我这边浪费时间，还是我要做点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有了，来了来来，点点点点，点到头都会有那种算钱的声音，有没有？恭喜你点到头了，恭喜你点到头了，恭喜中奖，恭喜中奖，那敌人来速度也太慢了吧？有僵尸。僵尸，那单下连射挺快的、啊。Jesus Christ！ 好，到达警察站。我怎么觉得这波好轻松哦？天哪、啊，我应该玩困难才对啊！去死吧！哇，我现在放了，然后哎、欸，有这边优先处理，优先处理。非常好，哇，都来聚聚耶，全部都是聚聚耶，哇，哇，双管齐下啊，让你不要不要的，而且那个大聚聚走过来速度好快啊 ，Jesus Christ，Jesus， 再来啊。快给我 Jesus 快啊！好，结束了，哇，下水道关卡过完了，解锁什么？哦，没看过的武器，不过了，待会拿来用好了。再什么？谢明蛙哥，你现在可以在武器库菜单中找到这个新的技能。
那么挑战吗？新的挑战解锁。哎，我有技能可以用，哎，好酷哦！我居然有技能可以用。啊，我要怎么用那个技能？我要怎么用那个技能？我先返回一下好了，最后一个在仓库，哎，这也不能用啊，算了，来去一下仓库，然后我们把这把换掉，哎，是20，弹夹70，不知道哪一把比较好啊？来了 ，Time jump complete， 五波刺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先拿这一把，左边 shotgun， 右边这个是 MP5 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射速真的挺快的，重点给你78装填量。嫩，哇，前面都非常的简单啦。被弹飞那个蛮好笑的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每射射到就直接爆飞耶。超级爆飞！哇，看，爆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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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来啊，再来啊！怎么都是狗儿啊？来点不一样的好吗？换武器，换武器！第一波应该这样结束了吧？我就知道，超简单。收干单。第二波，好，开始应该会有一些僵尸进来了。可是很奇怪，这明明就是僵尸的地图，啊，怎么会有那种很像那种就是什么犬的？我不会讲，哎，米克斯啊，大师来了。那当然不是米格鲁啊，差那么多。米格鲁那么可爱。米克夏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米克夏是那只小只的，靠背哦。哇，那边还不错哎，仓库这个地方好远，远远就可以点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大指导来了，哎，没有，大指导没有来。啊，这个差去哪里啊？逛街啊？那第二步好慢哦。嫩，哇，飞到后面去了，有没有？好，真正刺激的开始了啊！前面都给你练习的，真正开始，真正刺激的来了。噔噔噔，来啊！哎呦喂啊！我就觉得那个炸弹啊，哦，那个炸弹之后啦。大概第五波的时候再用，我现在用感觉太危险了。就这样子没了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为了这一波把它弄掉了。来啊，还有，哦呦，哎，还有还有，还有啊，凶屁，凶什么东西？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哎呦，哎，这一波也太烂了吧！一群狗儿，然后往从中间冲过来，然后就第三波这样子，怎么感觉跟上一波比起来差太多了吧？哪里可能？好，第四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四波长什么样子。僵尸来了，僵尸第四波才进场，这不是他们的场子吗？这不是应该是他们的场地吗？这个不是僵尸主题吗？怎么第四波才出来？前面都在干嘛？我可以吐槽，拜托让我吐槽吧，受不了了。点一下好了，点一下好了，反正等下他还是会消失。我虽然我不知道点的是可以干嘛了，好不好？可能是因为玩普通的关系真的是太普通了，没有强到哪里去啊。早知道选困难。买呀、啊，在第五波嘛，对不对？也太 easy 了吧！大智招两只在这边，
我本来想设那个说，没有算了。结束。我本来想说把那油桶炸一炸，反正最后一波了，对吧、啊？波次五嘛，是不是？没点到，可惜了。大爆射。好，我居然没有炸死，这么的强硬。那，你萨诺斯是不是？什么声音啊？ Mission success. 结束了。Time zone. 没有 boss， 没有 boss， 拿到了一把左轮，好，可以，非常好，过完了。我想说会来一个关底 boss， 说就直接把他打完了，可惜了。哇，然后后来就中生代了，开始有恐龙了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啦，老头会应该会继续玩啦。那你们喜欢就要给按下去，然后多多分享老头的影片，好，以及在下面留言，好，让老头知道你想要继续拍这个游戏，越多越好，老头就很快的尽可能拍下一集了。下一集是我们啊、应该是说下一集是大家最喜爱的恐龙的终身代侏罗纪啊，应该会有一堆迅猛龙吧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差不多新闻到这里啦，这是一个试玩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这一款游戏《时空猎杀者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